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冰球大师。心跳战过了，啊？咋过的？突然之间就过了？不是，就是刚才一直送着送，然后就一直过去。好吧，谢谢老板给我们过五星福星挑战，感谢大家大气刷一刷，行不行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好的。另外，直播间有宝箱，大家可以点一点啊！宝箱，上路稳点。我就不是那种稳的人儿，我还跟他稳点儿。我像是那种稳的人吗？看看这落手一滴血的啥啊？人呢？也没了呢。First blood。严阵以待。我都急了个怪了。晕锤，锤。跳锤，锤。锤，等他扣，我们扣啊！这还扣倒。现在该我了。死了！哎呀！小伙子，扣嘎巴妞，看他二级鞋的啥啊？鞋的 E 可不太好刷呀。好，死了，拜拜。我应该死不了啊！我的发，那都闪一手。完了，这么地儿吧。严阵以待。我感觉那血应该死不了。我差一点点，可能正正好好死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翻译呢？翻译歇一会儿。一会儿打团战比较忙的时候，再给你翻译啊。跳，重锤。一跳晕走，拜拜。哎，不打了，我这停停。跳锤重锤来了，来啊！假装打不过，锤重锤，锤锤晕点燃，锤锤锤重锤拿下。给自己点俩问号。让队友感受到我们的厉害，明白吗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耶。腿动腿晕走，我马上升六，试试能不能杀呀，费点劲呢感觉。动腿跳
闪现，哎呀，让他值一波钱啊！没事，我们 buff 转移没关系。这小子灵光西风闪的有点快。不跳不行，不跳那外线 Q 不给我 Q 的了吗？我是知道他有闪，你知道吧？我寻思既有闪，我也有闪，应该没事。他灵光西风跑的有点快。没关系，我们buff转移了，先出破败，那个很大的钢铁侠到了呀！不是，是哔哩哔哩的书吧？啊，好的。直接跳锤，重锤，这英雄有意义，挺烦的。死了，哎，不行，杀不了。他那么点破血吧，蓝 buff 没了，有点烦。但我们无敌了。走位，哼，再见。他溜了，还有炸，不知道哪了啊？没事，塔皮没掉，可以接受。先突破位。现在后卫不是那么很厉害呀，没想到啊，我又回来了。这塔下没有，这塔下鸭子来了，能打吗？能打，我们先杀落手啊，先不杀瞎子，没事没事，让他来。嗯，假装走，打不过，人有点多，跳走，咋这么多人呢？晕锤锤，重锤。锤太大，锤重锤重锤锤，别急，先杀瞎子，重锤爱帅也得死，开 E 晕住，哎呦我操，跳锤重锤重锤也重锤，拿下。
锤锤更锤阴锤闪现更锤，我预判了你的预判，小伙子。嗯，三项了，3333。我又回来了。按错了。严阵。艾克的，把他们也算上。人，正锤，跳，过来撒笑喽，全死了。天杀莫干辣，还放峡谷先锋，嗯，老螃蟹瓦拉德跳 W 锤开大招，来晕住，重锤。回家了，来死银海，抽个血草。右起来我们就无敌了啊，右起来就行，现在来了，勾引一波，哎，中呀！上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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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莫个辣呀？不能上啊，这不能上了，跳锤重锤，先打兵再重锤。你还不走，晕锤重锤开大招，锤锤重锤大瞎子，锤重锤锤重锤走位跳锤开翼重锤晕锤锤重锤锤重锤重锤锤跳眼儿，你大爷这不意我重锤，哎他没死，他好右啊，我以为他死了呢，你不会连他都打不过吧？啊！我没想到啊，这我是没想到的，兄弟。没想到，武器大师都没问我，没想到吧？我没想到啊！
刚才有个兄弟说跳眼预判大招看不懂吗？你只猜对了一半，我是跳眼预判他意义的，他大刚才没用完了，知道吧？哎，重锤重锤，这家伙可以，还打三郎，别着急上啊，这不能上。对，这有防御塔也不好上啊。到了，打个蓝，可以可以可以打可以打，我们两个人能打。哦，没到二十分钟呢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右边这俩牙，下回我等疫情结束了，我再去挖去。我就先不挖了。我拆基地了啊！哎，你要么野我。这次有点让人难理理解。啊，你过来来，啊，撤了，不推了，溜了。我们现在就野区就是小螃蟹，知道吧？横着走。腿，漂亮，腿重腿重腿，那瞎子怎么死的？你以为你能走得掉？嗯，我回头反杀。哎，这不行，这塔打人有点疼啊。那你可走不了。没有馅儿了呀。晕，那既然他不死，你死吧。不猜了啊，撤。凑个啥呢？来个这个吧。来个这个，打条大龙，
我不要了，给你吧。嗯，我打个蓝，我正好差200。先不杀他啊，我们先回家出装备。嗯，出完这个我们直接出门一打五尝试一波。找个蟹手，这不蟹手吗？来来吧，一打五，兄弟们。来来来。好。拿走，你知道我有多少吸血，兄弟？嗯，那就杀你嘛！六弹战车，嗯，哎呀，这小兵打人有点疼，有点盐，谁他妈给套的点盐？操你猴子！看看塔打了多少，塔打了2902。鬼刀换智慧墨印啊，智慧墨印你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效果。没有以前厉害了，附带魔法伤害并提供移动速度持续2秒钟，不厉害了，改掉了。火龙龙魂，羊刀没用啊！羊刀不是加2次攻击特效呢吗？我出个巨酒，感觉能厉害点。没想到吧，我又来了。这小莫干辣还挺嚣张，大爷的，你还敢瞪我？你家人都不敢出来，你还敢打我？来一波29杀，我蓝炼汉没有开挂。哎，跑得好快。